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。今天咱们来玩玩鸡鸡和史莱姆合作制作的一款模组。这款模组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梗系人物，目前还是测试阶段，所以人物只有两名，一个老八，一个炊事员，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，不需要介绍了吧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老八目前的战斗方式。嘿嘿，来了兄弟们啊，真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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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双手投掷小翔翔，精确度不高，但是侮辱性很强啊，被小翔翔击中以后，整个人就瘫软在地上了，真就奥利给了。再看看对数据人有没有效果，数据人什么花样没见过啊，就这也想让老夫跪下，太天真了吧。接着咱们来看看崔世元，鸡汤来了，满满一锅毒鸡汤丢过去。 OK， 开始中毒了。鸡汤在地图上不会消失的，它会持续的散发一些毒属性，只要接触到就会中毒。不咸不淡，味道真是好。另外这个模组还有一张非常有趣的地图啊，这是鸡鸡的头像，对面是史莱姆的头像，地图名就叫鸡鸡大战史莱姆，各位会支持哪一方呢？马上咱们去挑选一些角色，在这张地图来玩一下对抗。现在红方是狂战士，蓝方是超级拳手，中间这一块是可以突破的，咱们就在这里等待狂战士的到来。果然狂战士一个个都很头铁，一窝蜂的就杀了出来，现场是一片狼藉。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场景中打斗也是很有趣的，这些砖块都是轻飘飘的，可以连人带着砖块一起揍飞。同样咱们还可以在这里来玩一场坦克大战，自己来操纵一辆坦克，等待对方冲过来，暂时不开炮，他们有砖块当掩体，不然就太浪费炮弹了。 OK， 解决一辆。这辆坦克速度好快啊，果然犹豫就会败北。最后的一v一，看看哪一方会赢。红方的炮筒被对方卡得死死的，根本转不过来。现在我又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玩法，在对面放置一名武器大师，把镜头调转到自己这里，然后咱们静静的等待对手过来，咱们也不知道他拿的是什么武器，这样的期待值就增加了一定的游戏性。我看到了一个枪头，近战武器咱们就不慌了，等他脱离掩体咱们就开枪，居然是一把长枪，不对，他还有武器，这小子太阴险了，他还有一把左轮手枪，这一次没有丝毫的犹豫啊，不然倒在地上的就是咱们了。这张地图的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，抽空咱们来好好的玩一下。我是幽灵，咱们下期再见。